Fit 爆姜浩文公开减肥餐单，金刚同乔宝宝早排约埋成班 friend 喺九龙湾一齐试食佢哋出品嘅大闸蟹，即刻我哋就发现好耐冇见嘅客仔姜浩文啦。自从佢年初拍完十二金鸭之后，佢嘅 body 依然都系 keep 到咁 fit 啊！有冇咩心得可以同读者分享下？最近食嘅嘢就完全冇汁啊，唔食皮啊，同埋。而家冇食飯，主要就係食番薯，早餐淨係番薯飲咖啡。平時開工如果真係要好大體力嘅咧，我就會食叉燒湯、米粉、酒湯，因為啲湯咧真係幾肥嘅，健康下好啲嘅。其實黑仔以前都有漲爆過一排噶，突然 keep 得咁好，不時又中意曬下肌咁，驚唔驚多咗少女 fans 會嚇親老婆啊？老婆好放心我嘅，老婆完全唔擔心我嘅，老婆咧就係、是。專係我減肥嗰段時間咧，佢我又因為而家唔飲老火湯，老婆屋企就專係煮埋啲好好味嘅嘢，老火湯啊九餸一湯啊咁樣又。我最記得就係我減肥嘅第一日咧，就係屋企請客嗰日，我就食緊烚雞肉，佢哋係食緊盤菜，所以個對比都幾大。